篇要跟大家介绍如何开启 Facebook 即时通隐藏的深色夜间模式。首先到 App Store 将即时通更新到最新版本，最新应该是 204.0 版，然后更新后开启即时通，随便选一个好友，点击进去，再点他的名字，然后在表情符号这里点击，然后选择月亮，然后完成后，然后传送月亮，然后就月亮就会掉下来，你就可以前往设定管理夜间模式，然后你这边就有夜间模式，然后开启，你的即时通就有夜间模式可以使用。谢谢收看。